美国人民用选票把大搞身份政治的民主党赶出了白宫。川普领先的共和党不仅赢下了总统宝座，还赢下了参众两院，甚至连各州州长人数也是共和党胜出，简直是一场血洗。Harris 甚至连普选票都没能赢下来，可见是有多不得民心啊。川普再次回到白宫，就意味着中美贸易战要再次打响。未来的四年，我们可能会见证很多历史大事件的发生。首先，川普上任美国总统，第一个难题那就是关税。有关美国对中国加关税的影响，我在之前的节目里已经说过，昨天人民币的大幅贬值也基本印证了我的观点。不仅是人民币大贬值，昨天几乎是所有的货币都对美元贬值。其实这背后反映的就是川普要对全球加关税的政策，更加反映的是美国市场的价值。如果不想丢掉美国市场，那么就请自行消化关税成本吧。川普要制造业回归美国，势必要打造强势美元，因为他需要吸引更多的资金投资美国。那么对中国来说，如果直接面对川普的高关税，将只可能有以下三个应对措施。第一，和川普谈判，用其他的条件换取关税减免，比如承诺买更多的美国大豆。上一次川普只给中国最多加到 25% 的关税，而这一次开口就是 60%， 所以这得买多少大豆才能抵消这么高的关税啊？而且中国花美元买大豆也是消耗美元，那么货币贬值以后进口商品涨价也是消耗美元，所以这两者之间到底哪个更划算，我倾向于前者更划算。这种信号传递给川普还是比较有用的，因为川普这个人就是报复心重，你要是和他对着干，那他什么事都做得出来。所以我认为中美之间会在川普入驻白宫后马上进行谈判，当时中国肯定会签下一堆新的进口协议。然而我想川普仍然不会放弃给中国加关税，哪怕北京答应了某些条件，我猜也只能抵消一部分关税，比如本来要加 100% 的，现在只加到 60% 就算了。然而这 60% 的关税也是很要命的呀，所以才需要有第二个应对措施，那就是产业外迁。但说句实话，这一招风险很大。为什么呢？因为川普政府早就已经告诉我们，他们会对越南、墨西哥这些中国做转口贸易的国家增加关税，为的就是杜加给中国的关税漏洞。所以很明显，这一次的产业外迁，中国必须放弃去这些国家了。那么最佳的外迁地是哪呢？是和美国关系最好的国家，比如日本。因为和美国的盟友关系最亲密，所以日本可能是在川普时代关税被加最少的国家。虽然日本的制造业成本比中国高，但是加上关税因素的话，可能综合成本还能比中国制造更低。当然迁入日本的产业肯定得是高附加产业。那么最后应对新一轮的贸易战还有一招可以用，是什么呢？就是向其他国家倾销商品，放弃美国市场。当然这其实是孤注一掷的做法，因为少了美国市场这么大一块份额，那么中国商品势必要找到新的销路。要想办法增加在其他国家的市场份额，唯一的办法就是倾销中国商品，大量降价出口到比如日本、韩国、欧盟这些发达市场，干掉其他的竞争对手，拿走市场份额。但这么做很有可能导致这些发达市场也同样对中国加征高关税，因为你在危害本国企业，这任何一个国家都不会坐视不理。讲完关税难题，现在咱们要谈谈尾序。很简单的逻辑，外需市场不仅对美国加征高关税，而且其他发达国家因为害怕你中国来倾销，也纷纷跟着美国加关税，那么国内的出口企业就要完蛋了。外需不足怎么办？只能拿内需来补。而内需怎么补？这个话题我们反复分析过了，只有一招，那就是给人民增加收入，进行分配改革。要么给人民发福利加工资，要么就等着制造业完蛋吧。第三个考验是什么呢？就是债务。开头咱们说了，川普当选就意味着需要砸更多的钱救市。按照之前路透社小作文的预告， Harris 当选花100,000亿的债，川普当选100,000亿再往上加。那么问题来了，大家想一下，地方政府自己发债置换隐形债了，国债不帮忙了，请问谁的风险增加了？是不是银行？地方政府要想发更多的债，除了中央要给额度以外，还得有人买他们的债券才行啊。而这些债券基本都是银行买的，他们要么拿自己的钱买，要么拿大家的理财资金去买。反正最后地方政府如果债背得太多要赖掉，要么就是银行亏钱，要么就是老百姓的理财亏钱，大家合计合计吧，这显然不是一个好的信号。所以记住，不要再买理财了。更有趣的是什么呢？我研究各大银行第三季度的财报发现，今年银行传统业务这块赚钱已经相当困难，利润缺口都是投资业务在补，而投资业务主要就是炒债券，也就是银行今年可都靠炒债券在赚钱。